上次開 Retreat Lesson， 我已經好想請以下呢一位嘉賓。咁但係咧，佢真係太勁啦，佢樣，所以我上次咧我都唔知點樣同公司開口講去邀請佢。咁但係咧，當我知道今次有 Believe Us 呢一次嘅演唱會嘅時候咧，我就同自己講喂。其實不知道幾時會再有下一次的演唱會，所以我一定要抓緊呢一個機會邀請佢啦。咁我就同公司講啦，公司都嚇，你真係想我係咁想？咁公司見我咁想啦，佢哋就真係會邀請我。點知呢位嘉賓真係一口就應承我，咁所以咧，我要邀請一位我。非常之敬佩一位，我覺得除了靚啦，同埋敬業熬業啦之外咧，佢對佢嘅工作好有規律，對佢嘅生活亦都好有規律。佢有一種好獨特嘅超然氣質啊！而我相信呢一種氣質咧，係來自一定佢睇好多嘢。讀好多書，睇好多電影，播好多劇，仲要係 local 嘢又睇 ，international 嘅嘢又睇，佢先至可以咁聰明，咁有霸氣。所以我想借大家嘅掌聲，邀請我嘅偶像，女人之中嘅典範。我就冇察覺你有咩唔好，不過我收到風，有隻 Birdie 話
俾我聽咧，就話你好中意好夜瞓，又好晏起身嘅，呢個係咪真㗎？係。哎呀，你要學下嘟姐咁樣嘅，早睡早起嘅。OK。呢個歲數都 keep 得唔錯㗎。我覺得一路睇佢長大咧，佢非常之好。嗱，佢好尊重自己嘅體態，係咪？真係有一輪佢減到好瘦，我話做咩你要咁樣？你做翻自己嘛，佢做翻自己，我好開心。佢對於佢中意嘅嘢，唱歌演出係付出 100% 嘅。係咩？幾個咧？係紅館開演唱會，唔止一次，已經係第二次啦。第三次添。所以，我係好 proud of 你。如果你要我話你咧，我冇咩可以話你嘅。咁但係讚嘅嘢咧，就點到即止。Okay. 讚到呢度好啦。係啊，唔係我會驕嘅。係啊，再多就驕傲嘅。係啊，好啊。咁既然嚟得做演唱會嘉賓，梗係要帶啲嘢嚟啦。O K， 即係唔可以話就咁樣上嚟又唔唱得咁啊？唱得我自然會唱嘅。我都有把口，就不如嚟一個大圓答啦，好唔好啊？好，我會問你啲私人嘢嘅喎。O K， O K， 首先愛情定係事業？愛情定係事業？係。我覺得咧，即係兩樣都可以有嘅。我都比較貪心。我可唔可以兩樣都揀啊 ？Both。OK， both。可以。咁不如我問翻你一個問題啊。可以可以。電視定係電台？你有冇見過邊兩啲頭先？但是現在本人做事是為興趣，最重要的是低薪，多得多得送東西給你，如果是男仔你喜歡收花還是鑽石？哇，那我不 picky 的，我又收花，收完花才收鑽石。你的男朋友你喜歡高大呀，抑或是比較是肥大一點呢，大一點的呢？即是你剛剛問完你又再問我。不可以再問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見是你可以問我的。那你喜歡高大還是肥的男仔？我喜歡現場所有的男仔。我覺得咧，就再要到 point 啲，我要考下你咧，就係譬如如果你得一個水泡，老土啲嘅問題，但係咧我同另外一個人咧喺一個海度浮下浮下，你呢個水泡會掟俾我啊，抑或你個未來老公咧？嗱，我唔使擔心呢一個問題嘅，因為咧我咧一定會揀一個識得游水嘅老公。我咧唔使整濕個身添，我指揮佢救到隻。哦，呀，搞掂。都我問我你問你問你，你頭先話要升咧，問完尖鋭啲啊嘛。係。咁我好斗膽噶咯。好，問啦。嘟姐，你唔嬲我，你唔會嘅。係。咩話 ？TVB 定係 View TV？我知道我怕現場觀眾不知道嘛，你們幾次了？OK，都是我有
再問我係尖鋭啲㗎，係好難揀嘅。而家呢一個，如果得一個水泡，兩個人跌咗落水 ，Jackson Wang 同埋姜 B， 你救邊個？而家多咗一個人事員啊！多個人事員，你救邊個？他哋三個都好似識游水嘅，所以唔使咁擔心。點解阿朱淨係幫到佢哋唔幫到我？時機未成熟。好，問埋問埋呢一 part 啦。你究竟有冇拍拖？都知你有冇拍拖啊？我有拍拖噶，我同現場咁多個人拍拖，因為我覺得呢種拍拖關係就最好嘅。你哋中意我嘛？我又中意佢哋，我哋又唔會嗌交，又唔會撒氣，幾好啊！呢種拍拖，好好啊！你又要拍拖啊？都即見係你，咁我都同你講啦，我有拍拖，就係同現場嘅觀眾所有人拍拖，呢種關係幾好啊！佢哋又中意我，我又中意佢哋，我哋見到都係好開心。永遠不會有殺氣的。你是不是氣我？是。那真的是你現在很開心。我當然開心了，有你在這裡做我嘉賓。你把口真的厲害，不可以再這樣問下去，否則我都招架不住。不過說真心說話，我覺得呢就你應該繼續下去 Leave yourself， 愛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嚟緊第四、第五、第六次嘅演唱會喺度等緊你，多謝。跟住咁衰佢，好啦，我哋不如姑姐，你陪我落去換衫。好。跟住咧，我帶你去坐一個 VIP 嘅位置。好。嚟緊，我哋一齊開 party。好。我勁歌熱舞俾你睇。Thank you.